不能丢脸，然后呢就很认真，也很也很有压力。我自己是每天做，有好几次是梦到一些对比较有压力的一些东西。每天都加班加点，然后共同为了那个目标去奋斗。在这一次 PK 赛中的话，我发现各业务同事还是很拼的，然后有几个是特别拼的那种，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只要先有目标，然后再去冲刺，都可以完成。就是锁定目标，然后就方向一致，就是能够更好的把那个客户拿下来。坚持吧，就是觉得在这一场 PK 之中的话，就觉得过程蛮累的，但是说坚持下来还是有所收获。自己收获还是挺大的，然后也在不断的成长吧。很多事情的话，你很难说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，但是我感觉自己的话，心境是会有一点变化的。如何去制定各方面的一个奖励机制，然后如何在公司内部或者在 Q 群上面去做好一个氛围的一个渲染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，这是令我学到很多。还可以，但是觉得还可以更好。在这次 PK 赛当中的话，我觉得算是一个突破吧，因为这算是第一次领了目标任务，然后呢这次的话也把它给完成了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算是一个突破。我们团队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因为我们三个人我们都是完成了我自己的设定的目标，并且都是超额完成。总体来说啊，大家都完成了各自的既定的目标啊，这是很值得赞扬的，给你们点赞，然后也给自己掌声。然后呢，另外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次的 PK 赛里面，我们要大胆的啊去定目标，不管我们有多大的目标困难多大，没问题，尽管放马过来。